在幼儿园里不能随想爸爸妈妈，可以想开心的事情，可以想一些在幼儿园里玩玩具，在幼儿园里唱歌，幼儿园里读书。嗯，爸爸妈妈来接了，嗯，就可以跟爸爸妈妈抱抱了。嗯，现在已经完全接受幼儿园了。今天给我吃个排骨好不好，妈妈？好的，来羊排。先尝为快，细细品味。真美味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茭白丝。茭白，嗯，是不是臭臭的茭白？茭白怎么会臭臭的呢？嗯，西兰花。这里是一个肉肉吧？太咸又不够。没有肉肉嘞。米饭、拌饭、海苔碎。嗯。如果是有油油的话，就要戴手套了。嗯。嗯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长这么甜！这次我还要吃这个。行。老师说，吃的时候不要说话，不然的话就吃不了饭了。嗯，估计说的就是你。你怎么做的呀？太粗了嘛。那这个精度呢？羊排下线。我每个呀，这个羊排下，这你还给我做个羊排，好不好？蔬菜端上。你今天在幼儿园有没有吃蔬菜啊？没有。这就知道了。你为啥在幼儿园不吃，在家吃啊？因为幼儿园里的蔬菜没有味。没有味？没有胃口。没胃口？在家咋就有胃口？这菜也没放啥味呀、啊，不也吃的挺香吗？嗯，说，嗯，饭收尾，搞定收工，骨头也收好，谢谢妈妈。